9月12日，女子团体 Poppy Lady 为迷你写真小未来举行发片记者会，身着水手制服的她们性感无比，大拍福利，跳着她们自创的拍拍舞，跳的团员们个个汗流浃背，而大圆更是自曝从中获利很多。因为我本身就是一直是肉肉的体质，然后但是因为这个这支拍拍舞呢，实在是太累了，没有，其实拍子真的很满然后我其实像之前有特别少吃，但是因为最近工作很满，然后都是正常吃，但是发现就是因为跳了这支舞之后开始瘦了，就是连腰线都出来了，掉几公斤吗？大概两三公斤有，差不多。众所周知，身为偶像团体成员，只要被爆出恋情，难免会见光死。日前，宝儿曾被拍到与郭品超甜蜜牵手游关岛，爆出恋爱 ING， 宝儿尴尬否认。出去的话，如果是正常吃饭，应该是不用报备吧。但如果就是我们其实有宿舍有门禁，对，如果你吃饭如果超过一点时间的话，其实要跟公司讲一下，因为女生在外面就是会有点，危险，对。所以特别去关岛约会嘛。没有到特别去关岛约会，就平时吃饭这样子。由大圆、雨山、红狮、宝儿以及庭轩所组成的 Poppy Lady， 曾经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行两张写真迷你专辑，他们所展现的活力给整个台湾娱乐圈注入了一股青春向上的力量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